哎，这有个车来着。哎，这咋了？哎，这还有个人了。哎，还是个美女。哎，哥，你帮我个忙呗。咋了，美女？我车撂这儿了。哦，你车坏了？啊，我车现在打不着火了。哎呀，你这荒山野岭，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哥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在这都等了5-6个小时了。这上来的车都十几辆了，就没人帮我。哎呀，我这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不是哥，你先别走。你看我这一个小姑娘家的，你就帮帮我呗，哥。哎呀，那是这，那你别动了，我把车停前面，我下来看一下，好吧？那不是哥，你别走啊，哥。我不走，我停前面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美女，你这车到底咋回事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哥，我就是刚刚去那边上了个厕所，回来他就打不着火了。哦，上个厕所他就不让你走了？啊，哎，我看你这发动机的这些线路啥都好着嘞嘛。是吗？你要不然我不介意，我上车看一看。哦，没事，你上车看一下吧。啊，我已经在车上看一下，看到有啥提示没有？哦，辛苦了，哥。啊，没事。哎，我的妈呀，你这车子还认人？你进来他叫唤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听叫唤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能亮的灯全部都亮了。哎呀，那个发动机亮了。哎呀，那个 RBS 亮了。哎呀，那个防颤抖，主要就是这个防颤抖这个功能，它一亮你车就走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平时不保养车？车还要保养啊？哎呀，你。女生嘛，她化妆品她是保养自己的，那汽车嘛，她也有发动机，她也要保养呀。哦，我也不知道，这车是我哥的。哦，哎呀，怪不得呢，我就说嘛，咋可能嘛，你哥的车呀。嗯。那你上车没检查吗？开车的时候。我也没检查呀，我不会呀。咦呀，你驾照多长时间了？一年。一天，我昨天刚考完驾照。一天，正刚到手一天。哦。哎呀，这杀手上路了。我弄不了，哥，大哥帮不了你了，美女，大哥帮不了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车啊，他得要叫这个 4S 店的救援车来，他要统一的系统要去做一个保养，然后他要修来，把发动机也要看一下来。这我们这山里边，你现在叫个保养，然后明天早上就过来了，一大早就来了，到时候你就能回家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手机现在也没信号，这山里我打不了救援电话。哦，哎呀，你这。哎，那你是不是一个人？哦，我一个人来的。哦，你一个人来的？嗯。啊，那挺好。那你是这吧？你做哥女朋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哥，我就车坏了，我怎么能做你女朋友呢？哎，不是哥，没有那其他的歹意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在那个大城市上班呢。你今天不是周六吗？每周家里人都给我相亲呢，每周周六跑回来，影响我工作，影响我的心情。我刚好咱俩也有缘分，你看你也是一个人也单身着嘞，对吧？你帮我冒充一下我女朋友，在家糊弄糊弄，就是过去了以后我能安心工作吗？哦，这样啊。啊，这样的。你吓死我了。我就说我没有歹意的。那实在不行，我给你包个红包好不好？你看你。不是，不要红包。那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家借宿一宿啊？不，你还要借宿？哎呀，那不是我车坏路上，我也到不了啊。啊，那，哎，那可以吧？那不行，你到时候睡到我那房间，我打个地铺，可以吧？哦，行吧。那你是这？那咱俩先把车收拾，我开车，咱俩回到镇上，我打个电话把救援车先叫来，明天早上咱俩一块过来把车弄过去，好不好？哦，行。那行。那谢谢大哥了。哎，没事，帮人嘛，那就是好人做到底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哥。啊。哎，美女，啊，你咋能坐后边嘛？我就坐后面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忘记了，你扮演我女朋友呢，我妈在村口呢。女朋友哪有前后分座的嘞？哦，是吗？对，你坐前面吧。你妈还在村口等你。对呀，我妈每周六她就在村口等我，她就不是给我相亲嘛，她。哦，行，那我就坐前边吧。你是这吧，咱俩在车上先把人家对好，不然的话等会儿露馅了。要说啥呀？哎呀，你就是你叫啥名字？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吗？
哦，哥，你叫我小小就好了。哦，叫小小啊。嗯。哦，我叫李强，你叫我强哥就行了。强哥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俩把名字先对好，等会儿回去好介绍。好好。然后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3。23，你有多高？我165。你有多重？我90。这等会儿回去我给我妈介绍了，知道吧？完了之后你都要介绍。对呀、啊，你上啥工作了？我在城里做会计。哦，你做会计呢？嗯。哦，那行，那就是咱俩现在就是恋爱关系，你等会儿不要说漏嘴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强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哎呀，我就搞这个这视频拍摄嘛。你看我这不停在这记录生活呢。哦哦。啊啊！我就这个工作。其实我妈问你可能就简单，我妈主要确定咱俩这个恋爱关系，我有女朋友了，她就不着急了嘛。你看，你像村里这山里边30岁的人，他没有对象，他说闲话呢。哦。啊，就这样子的。好不好？行，那行，那我们就出发。那就走吧，哥。啊，行，好。哎，哥。啊？前面这就是你们村口吗？哦，对，这就是我们村口嘛。哦，那不是你妈在村口等着吗？怎么没见呢？哎，也对哦，今天我妈咋没在村口等我呢？哦，对呀。哎，哦，她知道我们俩一块回来的，她可能在家给咱们做面条呢。哦，在家做饭了呀？对对对，她可能在家做饭呢。哦哦，行，那我们是直接回去啊？对，我们直接回家吧，好吧？行，那哥你开慢点啊。好。哦，走吧。现在到了。哦，到了，走。那个呀。哎，不是走那儿。啊？走这里。走这儿。对啊，你房子呀。过桥之后上这个山10分钟就到了。还要过桥啊？对，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呀。不是，那我不去了，我走回家，我那个啥去，我坐个顺车上吧。你开玩笑呢你走回去8个小时，路快关了，路上有狼呢，吃人呢你。啊，那咋办呀？那你关键你这个桥我也不敢过呀。你是这吧，这桥你看也没有多深嘛，就10来米，我之前摔过一次，腿也没断，没事的。高啊，那哥你牵着我过吧。牵着你？对呀，你拉着我嘛。哎。那行吧，那拿棍子吧，你拉着吧，行吧。虽然咱俩还要棍子呀，啊，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嘛，咱要又有点规矩嘛，好不好？那你慢点啊，你慢点，腿别抖啊，这就10来米，没事的，啊，慢慢走，哎，别抖，别抖，没事，你慢点，没事，你走，慢点，没事，啊，走，腿断不了，没事的，哎呀，好嘞，你看这不是就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慢点。好了，过来了。哎，妈，啊，你今天咋不在村口等我呢？我懒得管你。啊，你看，我给你领个儿媳妇回来了。哎，那也好了。阿姨，你坐。啊，好，我给你拿的东西。你快坐，妈，你坐吧，我给你领个儿媳妇来，你还懒得管我嘞。那也好了。你在哪里上班？哦，我在西安上班。在西安上班呀？嗯。那你一人拿多少钱呢？也不多，就3-4千块钱。那也好嘛。那你们俩谈了多长时间了？谈了，刚谈没多久。刚谈没多久。嗯。那要是好的了，你们就可以结婚了。啊，结婚。你们俩坐，我去给你做饭吃。哦，好，谢谢阿姨。